小朋友，叔叔的胃病犯了，走不了路，你能扶叔叔去车上吗？妈妈说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。叔叔不是坏人，叔叔车子就在前面，你扶我过去就行了。谢谢你啊，小朋友。那好吧。喂，倩倩。秋燕，我家孩子老是不舒服，奶粉也不爱喝，愁死我了。你给你家志成喝的什么奶粉呀？倩倩，你家孩子这是自护力差的表现啊！你先别急，你试试我家志成一直喝的这款圣颜优博润墨高乳清蛋白奶粉，里面含有99%的乳清蛋白，可以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自护力，奶味香甜，我们家志成很喜欢喝。好的好的，回头我也试试。嗯，好。志成，这孩子跑哪里去了？奇怪呀，这个是什么字的出彩号呀？叔叔，我先走啊，我妈妈太着急了。别动，快跟我上车。糟糕，这个妹妹被写死了，我得想办法救她才行。哟，她是在求救。哎呀，现在的人怎么处处都看手机呀？来不及了，只能这样了。妹妹，你怎么在这？你不认识我了？你不是金大夫长大后要跟我妈妈一样当警察吗？哎呀，你怎么把金眼包都给丢了？赶紧去捡回来呀！哦，好好好。哎，我妈妈来了，叔叔，要不要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？哦，不了不了不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谢谢你了，哥哥。他是坏人。妹妹，我看出来了，所以我才把他吓跑的。只可惜没让你妈妈抓住他，恐怕他以后还坏大坏事。妹妹，他跑不掉的，刚